音乐是带给我的生活快乐的一个东西。创作它是一个和我自己的一种对话，让我更了解自己，重启自己。最近拍摄工作多，作息压力都让我的肤况比较不稳定，时常会泛红啊，冒闷痘。那还好有星光瓶帮我导入植萃能量，重启净化肌肤，放大保养效果，唤醒肌肤活力，让我的肤况可以稳定，不闹脾气。把我的灵感写成故事，再分享给大家，让大家更了解 Angie 我 The Little Crazy World。之前接触到比较多是音乐剧跟戏剧，但现在想要重启音乐这条路。音乐对我来说是 freedom, love and power。我想要专注在音乐创作上。灵感来的不一定，常常要熬夜，也花很多时间在电脑前，导致我眼睛周围比较干燥，然后黑眼圈很明显。还好我用了亮眼星光瓶，导出净化，导入修复，让我眼神看起来更明亮。不断感受，不断思考，才能够不断的创作，重启自己，享受每个亮眼时刻。